收工，对，刚收工哦。这收工掐着点儿，这不就来直播了？还可是，对，有一点啊，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又瘦了，是瘦了，最近瘦了好多。咱也不想这么瘦啊，也得努力的吃吃吃。病好了吗？哎，多多少少有点后遗症嘛，还有点咳嗽啊，但问题不大。又剪头发了，是。小心心机，我是什么猪？我是很难受的猪，多喝水。阳康了吧？我应该算是阳过，应该算是阳过。老规矩啊，老规矩，咱们紧赶慢赶赶上了直播，之前答应大家的，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跨年直播。跨年啊，跨年直播，然后我们待会儿回顾一下我们的2022，展望一下我们的2023。老规矩，先给大家鞠一个躬啊。这个躬呢是直播的躬，第二个躬呢是我们2022的躬。再一个功呢，就是我们2023的功。妈，我这太乱了。最近单薄了，最瘦了，真瘦了，瘦了不少。今天啥主题？跨年，跨年啊，跨年主题。快跨年，我刚结束工作啊，今天白天在定妆，然后晚上刚刚我们围读了剧本，刚结束工作。本来我以为还得围读一会儿，结果导演特别人性化的让我们就是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紧赶慢赶赶上了我们10点半的直播啊，10点半的直播，不冷就脱掉衣服吧，还是冷的。我在湖州，在湖州拍戏，有补充维 C 啊，有补充维 C， 所以有在吃瓜啊，现在是吃瓜，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瓜，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叫什么瓜？来，粉丝先吃，你们吃，你们吃完我吃。补充营养，有的有的，有喝牛奶，喝牛奶啊，然后现在在吃各种保养品，这什么灵芝 Q 十，这个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那个无心素啊，包括那个鱼油，还有维 C， 就现在吃各种保养品，吃各种保养品。同款鱼油，像健身保养品的，能瘦吗？哎呀，我这大病一场都瘦了不少啊。在酒店隔离，没有隔离了呀，现在我们没有隔离的说法了，就在酒店拍戏啊，吃饭吃碳水，瘦了是，瘦了我估计瘦了有个7-8斤吧有。哦，我这几天在补充营养，然后要恢复，对。今天一起倒计时，是的，我们一起倒计时，10、9、8、7、6、5、4、3、2、1啊！
掉的是肌肉。哎呀，那咋办？腹肌还在吗？腹肌在啊，腹肌在。零点你生日，妈呀，真的开心，生日快乐啊！少播一会儿，不，我们跨完十二点，跨完十二点我就下，因为明天还要拍海报，明天要拍海报，啥时候去的湖州？昨天啊，我是真的瘦了，是真的瘦了，大家，哎呀，很烦，脸都凹进去了，他把自己弄的，化妆师弄的，化妆师弄的，今天喝热水了吗？有啊。我有一个这特别特别大的，这么大的保温壶，跟我脸一般大的保温壶，因为我们在现场，有些时候没有热水，它特别不方便，所以用了这个壶，而且我在泡了很多草药，也不是草药吧，就是那种。止咳的一些药啊什么的，我喝完了，就这么喝，吃橙子，有小橙子，这小橘子吧，应该也有橙子啊。今天有吃橙子，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点了橙子，好大，对，因为能装很多水，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一定要多喝水，不是懂养生啊，我以前也不注意这些。但现在咱们不得不注意这些了，真的不得不注意这些啊！啊，怕衣服拉好是吧？好，哎呦，它这个是一个卫衣啊，是个卫衣，大家放心放心。苗苗生日快乐！我脸没整过啊，怎么这问题不都？咱们这问题从2022都问到2023了 是吧？我今天看了一个医生说的，就除了我们吃药以外，就是 就是我们在阳了以后啊，在那个什么以后，他会咳嗽 是正常的。我们除了吃药以外，我们可以多喝水，然后可以用那个梨或者橙子来熬的水，然后在那个嗓子里边润一会儿，再吞下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越咳嗽，他就越想咳嗽，而且你的咳嗽吧，它就会造成次生的伤害，就让你的就是我们的呼吸道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有一些破裂或者怎么样，就会让你一直反复咳嗽。所以我们在咳嗽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给它捂着，就是让它不咳出来，可以让它不咳出来啊。种的是干番薯，那多幸福啊！我都吃不下东西啊，那段时间。新剧的造型，发型嘛，发型也有些不一样，有些差不多吧。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二爷的发型哦。上升星座，我不知道上升星座是吞桃面，我没吃到啊，我10点半就开播了，紧赶慢赶，是的，是的，现代剧啊，自己搞的吗？化妆师搞的，14亿人就和我一起跨年，承蒙厚爱。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一篇，包括今天在 祝张淼同学生日快乐。香港用我的广告灯箱，哦，是吗？那是之前拍的吧？我阳过了，阳过了，有点憔悴，已经好很多了，已经好很多了。前几天对，
包括没发作品啊什么的，确实就是扬着这高强度的工作，我确实那段时间状态很差，我也没办法直播，也对，眼皮子好多，没办法呀，一会儿塞眼皮，一会儿双眼皮，咱也不知道啊。我没开空调啊，开空调太干了。方彤要直播吗？我不知道他直不直播啊。新年快是这样的啊，我今天呢看了，包括很多大家在跨过2022年的想法。其实今年这一年呢，大家普遍都过得很难。其实呢，人呢这一辈子啊，包括我觉得这一年，那不是几年，也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天的事情。其实你回想，哎，我今天在做我那个2022年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发现，你就是那么一些瞬间啊，就是那么一些瞬间，就是哎，可能你1月份是个瞬间，2月份是个瞬间，3月份是个瞬间。我觉得我今年特别幸运，我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就过年那会儿，和朋友去了三亚。去三亚的时候呢，我们就突发奇想。我说我们在三亚是在祖国的最南方，OK，我们要从祖国的最南方去到祖国的最北方，那就是漠河。然后我们当下就决定啊，就决定坐飞机飞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以后呢，要坐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能到漠河。我觉得这种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古人有云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我觉得，要么在读书，要么在路上。就真的，口罩这三年啊，我觉得也去了祖国的很多大江南北。其实我看到了祖国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和风景，其实也挺好的，是一件非常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出不了国啊，或者怎么样。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在三亚跳了伞，然后因为我恐高嘛，戴高症有恐高症啊，有恐高症。然后呢，我以为我跳完伞以后，我就不会去怕坐什么过山车呀、跳楼机呀、蹦极这些东西，因为我真的我从来都没有坐过跳楼机、过山车，我都是很怕很怕那种，我真的特别恐高。我以为我跳完伞，我说玩完最大的我就不怕了。后来我发现还是怕啊，该怕还是怕，就是还是没有安全感，还是没有安全感啊。戴高症真的有恐高症，很严重的恐高症，特别怕高，特别怕高。然后我在三亚跳了伞，我们飞到了哈尔滨，去到了漠河，在漠河那条黑龙江河对面就是俄罗斯那儿。看了月亮，哎呀，我觉得真的很美好，也去了大家看那个漠河舞厅，所以我觉得我今年的那一个瞬间，可能是有一个从漠河走到了，从三亚走到了漠河，这是我的今年的第一个瞬间。第二个瞬间，就是我过完年回到北京，我去不断的试戏、试戏、试戏、试戏，然后试到了。千金丫鬟，去到了象山，就是宁波，大概在5、6月份，5月份的时候，4、5月份，去拍了《千金丫鬟》和另外一部戏。然后呢，那一个多月的学习和成长，然后我觉得饰演到了方天映的角色。我不知道你们在某音的时候看到有一天我，哎，也是穿了个牛仔衣，这么拍了一个脸的视频。那天呢是拍完了方天映的最后一场戏，我觉得是。最后一次梳方天翼的发型，然后我觉得很遗憾，甚至我脱掉方天翼那身军装的时候，那也是我的今年的一个瞬间，我也觉得挺有意义的，就是在5、6月份，在拍《千金丫鬟》的这个事儿，然后再走，就是另一个瞬间，就是我在成都拍《我们做自己的光》，然后正好运气很好呢，遇到了《千金丫鬟》播，也有很多朋友我们带进去，包括我们。直播间里的乖乖些哈，都是通过千金丫鬟在成都的时候认识到我的啊，认识到我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瞬间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瞬间。因为今天我就在看相册嘛，我就看到很多跟我们这些乖乖系的合影啊，包括你们跟我送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写的一些信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这个瞬间呢，可能是我觉得我在2022年最大的收获和成长了。然后再往走，就是在认识了你们以后，我在了11、12月份，我在横店拍戏，到现在到湖州，就很快很快。就马上已经到11点了，我们就还有一个小时就到我们的2023年。我会觉得时间真的很快，岁月催人老。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啊，就是2023年，我们首先要好好的活着，才能好好生活。哎，我其实真的，生活吧，生活的本质不就是在于活着吗？那先得好好活才能好好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少一些啊，少一些好胜，但要多一些争强。争强好胜啊，就是我们要多一些争强，少一些好胜，把自己变得更来越来越强大。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候，不管是现在你们在阳着的，还是阳过了的，还是没有阳的，没有比现在更难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人，没有在这个此时此刻更难的时候了。我们已经过去了，翻篇了，就是2023年吧。我们就真的。我们就翻篇了，就过去了，真的就过去了。我们会越来越好，任何行业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好起来的，真的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啊，没事儿，我这个嗓子吧，就是有点咳嗽啊，保护好自己。啊，那个广告已经拍了。应该是在情人节的时候上线啊，这次拍的主题也是情人节的主题。情人节。我有喝啊。会的啊。来，你们说说你们的新年愿望是啥子啊？情人节播吗？我们还有新年没过呀，现在想到情人节了。情人节播嘛，反正我情人节播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的不都是没有男朋友的吗？我倒是看看谁没有男朋友。希望我中500亿。哎呦我的妈，哎呦，这个愿望有点遥不可及了。那天不来看我，放肆！谁不来看我？情人节都得给我来。你们去过节，我在那吭哧吭哧直播，公平吗？是的啊，在拍盲爱，是的，在拍盲爱前景啊。我找个人，我情人节在线征婚，中不中？今天没有才艺吗？咱今天又不是春晚呀，咱又不是春晚呐，咱以后直播还得给你们整个节目单是呗？咱还得搞一台晚会，是不？还得搞一台晚会，播到12点啊，给你们跨年啊，我们跨到2023年啊，抽个奖。没搞这抽奖啊，我就想今天我们像家人一样聊聊天儿，给大家聊会儿天，我就去卸妆，给大家卸直播卸妆行吗？卸完妆我就护个肤，
实在没办法给你们直播洗澡了，这倒是被封了。我倒是想洗澡。洗澡的，这个可惜哟。洗澡可以，洗澡我也是把手机放外边，我在里边洗呀。护个肤，也是想护肤的，实话啊，是想护。待会儿我就给你们搞一套护肤流程，行吗？因为我也不知道跟你们唠啥了，现在唠一个小时，不是，主要最关键的是明天要一早起来拍海报，8点钟要起来，所以我们就觉得，我就觉得咱们既然答应了我们要跨年，但是我就不画饼，所以呢，我该正常，反正咱自己家里人，我也没把你们当外人，我该干嘛干嘛，你们该打弹幕，该看干看啊，你们不想看，那也不行。必须给我看！我倒立洗澡，我倒立怎么看你们弹幕呀？我的妈，看都看不清，你们弹幕打的啥，完全看不清。不中不中不中，不中啊！一点不中。把手机倒过来，这么吗？咦，我的妈！你们可真聪明啊，这是能看得清了啊！真有你们呢，这咋能行？就你们聪明，就你们聪明，这你们都能想到。化妆，对，今天我们定妆啊，定妆，我马上准备去卸妆了。就这两天要出 vlog 了，这样，咱们这样，我们11点钟准时随机抽5个上麦人，我们一人。说一下2023年的展望，好不好？但是你们不要抢啊，不要抢！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弄。我如果随机点到了谁，就是谁，好不好？点到了谁，咱们就是谁。咱们抽5个，上麦的我们唠一唠，就是大概2、3分钟每个人，好不好？好不好？你们可以说说。你们2023年有什么开心？就是展望，也可以说说你们过去的烦恼啊，也可以说说你对我的期望，也可以说说你自己的事儿，我给你分析分析，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说。然后我们上麦，你们5分钟啊，5分钟以后，我们11点，然后我们聊到11点半，我就去卸妆，大概卸完呢，我们也12点了，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跨向2023年，好不好？很有意义，你有戏。但给你们说好前提啊，把那些孩子给我带来上麦叫爸的啊，给我都下去啊，听见没？哦，咱们是聊正事儿啊，这不是跟你们来相亲的啊，也不是来找爹的啊。那些带着孩子来叫爸的啥的啊，我给你们提前打个预防针啊。不要怪我没给你们提醒你，到时候我给你们翻脸哦。没孩子，孩子睡了，所以我这个点直播呀，我怕我播早了，你们带着孩子来找我，自己叫，
我的妈！你二十几的人叫我二十几的人叫爹，你觉得合适吗？合不合适？孩子睡了，所以你们现在还有3分钟，赶紧去把你们孩子给我哄睡觉啊！孩子睡没睡的，赶紧让他们去睡觉啊！小孩过了11点就长不好身体了，赶紧去睡觉。自己还是个孩子，自己是个孩子，你叫我一声哥就算了嘛，叫我一声哥就算了嘛，你叫我爸那就怎么回事嘛？还2分钟啊，2分钟，我跟你们说，赶紧去让你们孩子赶紧该睡的睡啊，不要到时候怪我跟你们说翻脸啊，我翻脸不认人。我跟你说，你们这实名上这上麦，你们的 ID 我都能给你记下，谁来给我叫爹的？我跟你说，让孩子跟我连麦。让孩子跟我连麦，我真的，我真的。丧心病狂放肆，叫爸的都还不行，让你妈出来叫我叫女婿，让你妈出来叫我叫女婿。还有1分钟啊，1分钟啊！孩子没睡的，赶紧跟我去睡觉。孩子已就位。我跟你们说，谁要给我上个孩子出来啊？你看我，孩子已到位。韩国粉丝康思密达，康思密达，I need you。妈妈已就位，听我唱 DJ 啊！大哥大哥，欢迎你，欢迎你来我这里，大哥大哥，惊雷一声惊雷，哎，那我不知道词儿，记不住词儿。好了，我看看谁会成为，我现在看打开第一个啊，是谁我就让谁上麦啊，是谁就让谁上麦啊。这还在露脸啊？不是上麦吗？这位观众朋友，这位用户为77446921910的朋友，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可以啊。喂，怎么称呼？橙子。你是在笑还是在哭呢？我咋感觉你这个麦上的那么不情愿呢？就是那个啊，你有在点咳那个嗽什么，啊？你喝点水，喝点水。你是在阳中吗？阳过了，阳过了。这位朋友，你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看着我那个脸，我真的跟你连不下去。那个我是橙子，橙橙，小橙子，小名小橙子。啊，橙子，对。你是在叫孩子过来吗？太卡你是咳嗽？你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小橙子，2023年有什么展望啊？喂，小橙子，有点太卡了，太卡了。还卡了？你听得清我说话吗？可以啊，就是有点太卡了。
哦，那你2023年的展望给大家说一说吧，给大家 C 一 C。2023年怎么说吧，就是说，就是说新的一年，像说有，就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那个强大一点，好，就是，对，我们一起就是加说，油。努力加油，就是说，不仅是希望我自己，不管是自己也好，然后身边的一些人也好，然后包括你那个大航海也好，都是希望说有机会说变得更好，然后可以希望看到你上春晚，真的真的上春晚，央视的春我上春晚去给你表演啥呢？晚，就是往那个那个去给你们演个小品。小品，对，小品，就是希望那个。跟像那个往孝心那方面走嘛，就是说往孝心的，对呀，宋我小记下宝了，他我们记的，下了，我记下了。我的心里，我的粉丝新年愿望，希望我往孝心那方向走，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是希望说你那个未来会更好。好，谢谢橙子啊，谢谢橙子，你也好好，赶紧好起来，赶紧好起来，正好现在就这元旦几已天，经能休息一下，好了，他们说休息一后下。期的话比较，好后的，期比好较的。那个，你也休息一下，然后元旦快乐！我也希望你，就像你说的，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也希望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好，希望大家都一起健健康康的，好不好？然后我们，我争取早日上春晚。可以，不过还挺那个幸运的，没想到会抽到我。会的，你第一个在哪儿？好，那行，那就2023年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我们就下一位嘉宾喽。好，谢啊，谢。拜拜，拜越来拜。越好，越来越好的，好的，你也是啊，拜拜，多喝点水，听你还在咳嗽啊。拜拜。哎，这个怎么结束啊？哦，结束就行了哈。下一位选手啊，第一位选手的祝福是希望我变成一个谐星，变成一个笑星。OK，我会努力。变成搞笑的方向，给你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欢乐，争取早日上春晚。我们下一位选手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挑一个不是我头像的选手吧，不然我到时候跟我的头像在一起，好像有一点点奇怪。这样吧，我的幸运数字是八，我们抽我麦上的第八位选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哎，是的，你没有听错，是你。男子哎，快点，喊帅哥，很帅，快点，哎我的妈！快点，快说，喊帅哥，快点，喊呀，快点说呀，快点，快说，快说，帅哥你好帅，你让娃儿几岁觉嘛？几点钟了，你还别给我把吵起来？我仔在陪我跨年。还陪我跨年？你要对，叫我一声帅哥，我听听大概几岁了？好，快点，喊帅哥！妈妈明天带你吃肯德基，快点，你喊帅哥！快点，喊帅哥！帅哥，啊，你好帅！你好帅，我妈妈很喜欢你。我妈妈很喜欢你。然后明天给我买鸡腿吃。好，可以，OK，你们去吃肯德基。那个，6岁，8岁，8岁的小孩一顿肯德基就能哄好了。对，我女儿很听我话的，我比较权威一点。听你话，你还需要买肯德基来喊吗？只要有吃的，他做什么都行。哎呀，我真的，我给我没我，
我隔着屏幕喂这个小妹妹吃个瓜，好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来，哎呀，我都不知道是我呀，我真的好激动啊！喝点奶，长身体。去妈，你咋真的带着娃儿来看我了呢？我都准备好了，我就把他薅到身边了。不是，人家睡觉了呀。没有啊。没睡觉，那你让他干啥呢？他在看春晚，他在看那个跨年，跨年电视几个台来回放。看哪个台的？他喜欢谁？他这个方便说吗？说，看看小孩子的品味。他刚刚还对我说啊，我们是看湖南卫视嘛，因为我是长沙人，哦，所以他也比较喜欢湖南卫视。啊，对，然后湖南卫视什么阵容呢？就是他刚刚给我讲，不是你开播了吗？然后我就看你去了，我就没有看湖南卫视了嘛。他刚刚在喊我，我说妈妈，街上的明星我都不认识。我说是哪几个嘛？他说有王鹤棣哦。我说哦。弟弟是很帅，很帅的啦。你然后他说还有什么于文文，他都认识。我说天，8岁的小朋友。他看湖南卫视这些明星都认识，然后你看我要一顿肯德基，我有点伤心。说实话。不用伤心，因为他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几个综艺他天天看，所以他就很喜欢你们的明星。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那个我应该要叫你声姐姐，姐姐怎么称呼呀？我叫我女汉子就可以了。女汉子。上次你来长沙我去接过机。对。哎呀，那我下次去长沙你是要把你闺女带来接机了。嗯，就是如果他时间允许不上学的话，可能会。你如果闺女来的话，我带两顿肯德基和麦当劳来，免得别白跑一趟了。可以可以。谢谢啊，谢谢。然后，那你闺女怎么叫什么？有没有什么小名啥的呀？我。西西来。西西是吧？有话跟你说，快点。西西。西西，西西，西水的西。西西，你有个好妈妈，你有个好妈妈，妈妈经常给你买肯德基啊，麦当劳，麦当当吃一吃。我希望你能茁壮成长，然后呢，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明年考个双百分，好不好？可以吗？好。加油，加油。然后，哎呀，我好激动啊！啊，还有，我还有想说的，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在2023年里面，我就觉得你一定要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我们戴金娟也会一定会越来越支持你的。你都把你的闺女培养成下一代的戴金娟了，我这个是深信不疑的了。祖传粉丝。我跟你说，我。下次只要能见上西西，我高低给他带来好全家桶给他安排，全场带公子买单，让他随便吃。对，只要我知道你来长沙，我一定就把我女儿带过去。好，然后也祝你反正新年快乐，好吧？新年快乐喽！谢谢！哎呀，我觉得我2023年一定会有好运气，怎么办？哎呀，我好激动！一定会的。虽然我不一定能给你带来好运，但是你一定会跟变得越来越好的。也希望咱们西西也越来越好啊！谢谢。茁壮成长，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让我们带的也越来越好。好，让西西早点睡觉，他的任务也完成了。明天让他开开心心去吃肯德基。好，一定。拜拜，那我就下一位就选手了啊。好，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西西，拜拜。哦，我听到了，拜拜，那我挂了。好的。我的妈！我希望下一位。抽到不要有孩子的选手，好不好？我反向抽啊，反向抽，好不好？反向抽第八个，免得你们到时候说我。我这么多，我的。好，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好。Hello，你好。甜甜子是吧？对。你好，那个，冒昧的问一下，你身边有小孩吗？我没有小孩，太遗憾了呀！哈哈哈。那个，你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姓何，啊，何小姐，单何人小姐，旁的那个何。啊，何小姐，你是哪人我是云南的。啊？哦，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哈的。哈，对对对，你是云南哪里的？云南大理的。哇，大理很漂亮啊，很漂亮啊。嗯，对对。哇，真好，真好。你们那儿应该还挺凉快，还是下雪了呀？大理。大理就是风比较大，也没有很冷。哦，你就住在大理那个那些景区那儿，还是说住在大理的城里大理的城里。啊？哦，那你们去好方便，好方便。哦，对，然后你2023年有啥展望呢？2023年，就希望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然后我自己也平平安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你现在就是已经阳康了，还是我很幸运，我还没有阳过。决赛圈选手？加油，哈哈，是。加油！不过也挺对的，因为云南那边就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个管理上和各方面还做得还大家比较防护还是比较好对。的。对，那我觉得就是能够不阳就不阳，能够晚阳也就晚阳，不要早阳。所以我觉得。坚持住，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新年快乐，好吧？谢谢。没有没有，也祝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然后家里的人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祝我们2023，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好。好的，拜拜，小何，拜拜。拜拜。怎么抽法？怎么抽？你们说。感觉小姐有点紧张。我的妈，不是谁都带个孩子来呀？不是谁都带个一个肯德基带个孩子来就来叫了呀？啊，闭眼抽也行。闭眼抽啊，哦！我现在眼睛闭上啊，我现在随机滑啊，滑到哪儿是哪儿。诶。点了一个，这个，Hello，哎呀，你作为我们第一个开摄像头的选手，有什么感想呢？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哎，别激动，别激动，我一看您这情况，是身边也带了个小孩来。你看这情况，是不是身边也我带太着激小孩？动了！你是不是身边也带着小孩有来？小孩，有小孩，然后，你家小孩出来，出来，出来，哥哥跟他说两句话，哥哥跟他说两句话。我太激动了，竟然连上我了！我闭眼随机抽的呀，随机抽的呀。哇，那我肯定今年运气特别好。你把小孩带出来，我看看来。我想和你聊，我想，好，来来来，没事没事没哎呀，事，把我激动的，你这个名字很好，无可取代。然后我怎么称呼你啊？我怎么称呼？别激动，别我激太动。激动了，我刚才还在想，一定要抽上我签，然后这样我就看到我自己了。哎呀，我应该叫你声姐姐吧，应该是叫姐姐啊！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太喜欢你了，我太激动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喜欢。你哪人我啊？是，他是重庆的，然哎，我后我现重在在庆新哦，疆，哦，现在新然疆后我啊。现在在新疆，
那你过年会回重庆吗？哦，我好想回去看你。我过年，我过年都不一定在四川过年，有可能在北京过年。都我哎，祖国大江南北，我就是没有去过新疆哎，我也很想去新疆。哦，那你有机会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你在新疆哪儿？你在乌鲁木齐吗？啊、我现在在喀什，你知道吗？我、哦、知道，知道。喀什古城知道吗？在那个乌鲁木齐飞到喀什都还得飞两个小时，是不是？嗯，对。好远的哇，哇，好远。那你们那儿现在应该才9点钟还是10点钟吧？嗯，我们可能有时差，按照你们那边算的话，就算是9点多的样子吧，可能加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差。哦，那你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一般几点睡觉啊？我们要11、12点了吧？然后自从追上你的剧，我就2点以后再睡。然后你的那个千金丫鬟，我是熬了一晚上看完的。谢谢，我也以后争取更多，就是让你们去这么能够熬夜值得看的作品，好不好？我努力。嗯嗯，好的，我相信会的，会的。嗯嗯嗯，特别喜欢你。谢谢，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喜欢和喜爱，真的，我会加油的。啊，我们也特别相信你。啊，记得多回老家，会重新去看爸爸妈妈。好的，我爸爸妈妈在这边。阿姨在这边啊。哦，那挺好，那挺好，那挺好。反正我觉得在哪儿过年嘛，就是一家人，在哪儿就都是年，就是只要能在一起就可以。嗯，我觉得我今年好幸运呀。没有没有，咱们就是咱们家里人闹闹嗑，这有啥幸运不幸运的啊？多大点事儿？对啊，就是挺幸运。多大点事儿？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戴戴。嗯，你也是啊，你也是。然后你们在新疆多注意，好不好？多注意身体啊。好的，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好，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那我先结束了，我们下一位了啊。好的好的，戴戴再见。好，拜拜。嗯，再见。我们从祖国的湖南，哎，你弟妹是哪儿的呀？我们是祖国大江南北都搞上了哦。家人们啊，我们就是大家家里人聊聊天，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啊，也愿意的话，开开麦，我们聊聊天啊。因为每次都是你们看我，我也看看你们。我觉得挺好的啊，反正都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亲切感啊，亲切感。我再往下抽一抽啊，抽抽中间段的吧，中间段的啊，不要到时候都是哎。这是我们。喂。哎。喂，哎。哇，我有点，等一下，我缓一下。哎。Hello， 太太。Hello。嗯，你是在找孩子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个孩子，那你千万别叫我爹啊！啊，不会不会，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办？没事，你想说啥说啥，想说啥说啥啊！嗯，你在哪儿啊？在家里、啊。就是因为我是属于还在咳嗽的。哦，那你少说点。那你哦，你在现在还是比较前几天的症状是吗？嗯，刚刚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不发烧了，然后就等于属于比较正常的在跨年。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希望你早点康复，然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然后我们度过了今年的这个坎儿，明年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们，我们一定往前冲冲冲冲冲。嗯，会的会的，而且其实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有一点可以跟你分享。其实像我是大学生嘛，然后其实我们这一年特别的艰难，对，然后包括像我还是要考研的这一届，就是我们真的是经历的是那种，就是学校里边，就是先是完全封闭，然后有一段时间把我们都关在楼里，因为有病例，然后呢又突然要放开了，然后所有人都走光，只剩下我们在里面待着。明白。然后再到现在，就是都能够再回到家，然后说现在是马上要2023年了嘛，然后就觉得希望2023年我们都能就是回归到以前的生活嘛，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会越来越好。一定可以的，因为其实，刚刚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包括喜欢我的很多我们的乖乖系呢，也是那个确实就是学生，因为经常你们有跟我留言说希望你们能够考试上岸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我都有看到，但是可能我没办法一一去回复。其实这三年对于你们学生来说真的真的挺不容易的，特别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挺过来了，也坚持下来了，然后也希望越来越好，身体恢复的越来越好，然后就是真的希望就是我们单卷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考试上岸，不管是经历我们的所谓的大考小考，就是如果你明年要考试，我就提前祝你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好不好？这不是已经明年应该可能还会考吧，因为今年可能发挥的不是很好。没事没事没事，明年考的时候，明年考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给你一起加油，一起为你加油。对所有的大金券，不管什么考试啊、工作啊，都顺顺利利。对对对对，那我等你明年的好消息啊！我希望你在明年发榜的时候，你记得跟我说一声你的高中的消息，好不好？啊？什么？就是你明年发榜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你高中的消息。要是中的一定会说的，不中的话，我就悄咪咪的就溜掉就好了。不不不不，一定会的，没有不中这一说法。OK。好吧，好，加油啊，加油！那你哦，你现在刚回到家是吧？对，哦，27号嘛，然后就非常巧，哦，刚到家就开始了，抗争。明白，明白。行行行，那反正多注意，然后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像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吧，人这我们走这个路就跟开车一样，就是也会经历很多做的一些就是感觉不如意的事情，包括一些遗憾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开车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和后边，因为有些时候后边有可能有车，就像我们那些挫折和遗憾一样，但是你不能一直看，你一直应该是往前看的，所以我们往明年看，明年会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好不好？你也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就是你有一些语言上还有一些行动上会带动到我们。我也希望真的就是你们对我的喜欢，我也不是说能够感染到你们或者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帮助和精神力量，就是我真的也希望我就是因为你们对我的喜欢，你们也是我身边的人，就是像我说一样，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好，好不好？加油，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好，一起加油。好的好的，那你赶紧多喝点水，先别说那么多话了啊。没事儿。新年快乐，拜拜。新年快乐，拜拜。拜拜。你们这些学生党是真不容易，我说实话，我突然觉得我比你们强太多了，比你们幸运太多了，真的，真的，真的，啊，来，我们下一位，哎，我是不知不觉是不是已经超过5位了呀？那我给大家多聊聊聊聊吧。最后一个，没事没事，给大家聊一会儿，大家希望想跟我聊，我就多聊一聊。我明年27岁，我抽27号选手，好不好？27号啊，6789101213141224252526272。
Hello。嗯。你好。老大，你好。你怎么这么冷淡？哦，很像我妈。我平时找我妈说话也妈。啊、嗯，咋了？有啥事儿？香菜是叫香菜是吗？嗯。Hello，Hello， 你在哪儿啊？我在浙江。浙江？哎，我也在浙江。你在浙江哪个市啊？我在舟山。舟山？哎，舟山是离宁波比较近是吧？嗯，对。哦，那你应该是在浙的海边，我在浙北，就是我是在湖州。嗯，对。哎，你是学生吗？嗯。上大几了呀？大三。大三，哦，那你们放假了吗？嗯，放了。放了，明年要实习了。还有一年。还有一年，哦。行，2023有什么新年愿望呢？嗯，好像每年的新年愿望都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身体健康。你可以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嘛，就比如说你在大学里边考个什么证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学比如说考个驾照啊，考个什么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你给自己定个目标嘛，然后你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你看自己实现没有。其实很有意义的，你定一个你可以完成，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高骛远的目标。刚好我驾照还是没，我驾照也没考。明天去把驾照考了。嗯。转发这个代考证，你必须过那科目四。我科目一都还没考就报名了。科目一对你来说大学生没啥难度吧？嗯，看看题。你说是行，你考第一次考一下啊。如果我说实话啊，嗯，如果考了三次什么科目二科目三你考不过的话，我就劝你就放弃了，就这辈子可能不太适合开车，因为你考三四次不过的话可能在开车这个世界上也不太适合你。嗯，那我相信你能一次过啊！明年啊，明年等着你把驾照考过。嗯，会的。对呀、啊，就是我觉得上大学把课余时间利用起来，就是考一些证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你出了社会，你毕业以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忙，你想做的事情，你想挤出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我感觉我有点激动的说不出话啊。你是激动啊？哎呀，对，我以为你是对我冷漠。我以为你对我冷漠，我以为你是高冷。因为刚好不是说抽最后一个，我没想到会抽到我啊。没有没有，多抽两个，多抽两个，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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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是高冷，我以为你想没有没有，因为你不想理人家，小圈圈打你。再抽几个，抽抽抽，给你抽抽抽抽抽。哎，那希望新的一年你也可以就是越来越好，希望你事业可以稳步上升。可以的，我可以的。嗯。期待你更多的剧。好，不要对我那么冷漠嘛。你什么星座这么冷淡？蛇蝎子、我冰山美人。我处女座。处女座，处女座应该很热情的呀。就是有点紧张的说不出话。哎呀，别紧张，好吧。记得去把驾照考了。我怎么有点像一个老父亲的唠叨？好吧，啊。新年快乐、之后就新年快乐。嗯嗯，好，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下，我没听清啊。我说我之后就去考驾照。好，等你哦。嗯嗯，拜拜拜拜拜拜。
2023年，我们再抽一个20号选手，再抽个23号选手，好不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Hello。哎，是我吗？哎，是你的。哇，好那个，好幸运。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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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啥幸运？嗯，没有，我不是说我们明年是2023年吗？我就抽了一个20号选手，你是20号。对呀，我好幸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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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运，我很幸运，你们愿意。来愿意跟我上麦，不是你们幸运，是我很幸运。啊，真的像刚才那几位一样，我真的是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然后刚才就觉得说，哦，他们怎么就是都不知道说啥，然后有点尴尬。我现在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说啥。你不知道说啥，那很简单。你旁边有没有孩子在身边？有孩子的话，你可以让孩子来跟我说。没有，我现在是看着你的脸，然后在这边一直就是感觉。心跳的很快，因为我就一直运气不是那么好嘛，然后就想说可能今天也不会抽到，但是没想到。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就感觉我的那个声音都有点抖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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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虽然我不是啥什么是锦鲤，也不是什么那个运气好，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也算一个2022的一个小小的结束，也算一个2023新的开始。然后呢，我们就怎么说呢？就是借着我们这一个开始呢，也希望你2023越来越好，好不好？嗯，也希望你越来越好。那你不要这么早走过哈。不要什么？我再看看，我再听听。OK， 打开手机录屏功能，我们现在开始录。哎呀，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太激动了，真的是。因为我刚才就是手机快要没电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又有点不太可能，然后突然出现我的头像，我就觉得，你看一下，看一下我的头像，看一下我的头像上面是什么字？什么的时代也是最坏，什么的时代也是愚蠢，什么的时代也是。不是，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哦，是不是感觉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是的，我是一个逗逼的小呆，也是一个憨憨的小呆，是不是也很符合我？再来两句排比的吧。我是一个帅气的小呆，也是一个等着一群孩子叫爸爸的小呆。还有一个呢？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这三句话说的很到位，总结的很到位。嗯，就是狄更斯说的，就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我觉得你怎么去看，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你看到的就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这但是不是我说的，下面那个狄更斯说的。哦，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座右铭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共勉的一个事情吧。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可以适用在任何的一个时候。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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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对呀，对呀，说的没毛病啊。对，然后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我希望就是，其实我觉得第一重要啊，就这次疫情，包括这次阳了以后，然后我自己生病病的也挺重，包括很多一些。我朋友圈有一些，就是因为这次是疫情，家里亲人啊确实有离开的，所以我觉得第一重要还是就是健康，大家所有人的健康，我健康，包括身边的人健康，你们健康，我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我觉得第一个是福，这个是福气，就是我觉得钱没了可以再争，机会失去了，我们也可以再努力去争取，但是健康没了是真的很难再去找回来的。第一个事情。而且我也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是我们在努力拼搏，在努力变好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真的也希望呢事业上能够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吧，也希望能够早点让你们
让自己的家里人，让身边的人更省心，不要那么的去担心我的整个的事业啊，包括我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我希望你说的这些都能实现，然后我也知道说你会用尽你的全力去实现你这些期待的这一些东西。我会的。然后就是你就是比你虽然说你也才26哈，我比你大哈，虽然说你才26，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听你讲的那些，我就觉得要向你好好学习。哎，不能，我觉得是相互学习，因为我的人生经历还是有限。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精彩的一生，每个人我也是平凡的，但是我们过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那注定这个独一无二就是我们也是不平凡的。所以说没有说我自己怎么样，我也没有说那么像个圣人一样，我也有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就是我的自己的东西呢，我希望把我一些小小的感悟和领会能够分享给你们，因为我也是在这样去坚持的嘛。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因为可能我听您的语气也是，包括刚刚你也说，就是可能这些一两年可能自己的运气啊各方面不太好，我觉得一个人最好的运气就是自己的状态，那我们把我们的状态调整好，很多事情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把我们自己做好，剩下的事情交给上天，一定，我的心里是觉得啊，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的。我就是比较躺平的人，我就觉得我很羡慕你们很自律的人。没有，就是不知道你们内心是怎么就是那么自律，然后我就是那种，哎呀，算了，就是躺平。不是，算了也不是一种躺平啊，也是一种智慧啊，因为那你与自己和解，与很多事情和解，那也需要一个挣扎的过程嘛。你换个角度来说，我不是自律，我就是很难与自己和解嘛，对不对？也对哈，你说的也是，但是如果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就觉得很难得，你们是很难得，你不要觉得说你自己也是很普通的，我是觉得你是个很难得的人。没有，真的很普通，真的很普通，真的很普通，咱都是俩一个鼻子一个嘴。啊，那不，但是精神不一样，但是一个人的思想不一样啊，我就觉得你很那个，很难得，然后我觉得肯定，谢谢，可能2023年的紫微星就是你呀。紫微星不是2023年，也是2024年，也是2025年，反正你就是会那个的。我其实我会追很多的星，不是追哈，就是说我会喜欢很多的，但是我觉得我眼光挺好的，虽然我是个躺平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眼光挺好的，我觉得戴高枕肯定会火的。谢谢，就是说反正肯定会威我，你在给我画饼。对，我希望这个饼你能吃到。行，那我也希望我以后给你们画的饼你们也能吃到。对，那你就对，可以。好，谢谢，那新年快乐，我们时间有限，好吧？新年快乐，对，40了，好的，那你再多连几个吧，好，那我多连几个，好，拜拜，新年快乐，拜拜。民政局爆满了，我们往后连连吧，因为。哇，这么多，乖乖西，我真连不过来啊！咱们尽力都能照顾上每一个人啊。往后，哇，这太多了，往后连连啊。我们倒着数吧，数23个，1、2、3、4、5、6、7、8。9、10、11、12、13、14。我靠！呸！不能这么说。小激动怎么办？我靠！呸！这位我靠！呸！选手，你是？我是搞笑女，不用管了。啊，你是搞笑女，哎，巧了，我也是个搞笑男。嗨，我知道。我不是搞笑男，我是个谐星。
孝行，对他们说的孝行，希望我在孝行的路线中越走越好。孝行，我是个孝心。那你说，我看是，我看是你搞笑还是我搞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不搞笑，不行，我要当正经人。不不不，你别正经，你在我的直播间正经，你就是没有尊重我。这话说的，你就不把我当孝心 ？OK， 介绍一下我自己不？那你介绍。我在广东，是的，没错。OK， 接着说。别这样。广东那边你好冰狗啊，你好冰狗，两类。猜我几年级吧？几年级？没有没有，不至于不至于。成年了没？没有成年。没成年？别太惊讶。小学六年级。听你这个脑子，小学六年级不能再多了。我初二了。你初二了？初二。你是男生女生啊？这话有点伤人，怎么办？我真的听不太清，因为我觉得小孩有变声期。你变完声了吗？我是女生。我仔细听一听。我是女生，我不想说话了。那你这个简介写的是男生哎？哦，可能没有调吧。这是我刚登录，今天刚登录就会看你直播，别太感谢我啊！不是，我给你鞠一个，谢谢，谢谢你给我申请了个号。有点小激动，嗯，其实也不激动，不行，别人都说你要不激动才能让你的偶像记住我。所以说我们要装。你怎么内心戏比我戏还多呢？你戏精啊！哈哈嘿。嗯，说呢。你旁边还有人呢？没有人，我是一个人。我马上收手机了。哦，我以为你带着姐妹兄弟啥的来跟我有人哈，没人。马上发朋友圈炫耀好吧？别这样，别这样，别发朋友圈。初二，真初二啊？不是我骗你干什么？你给我说说你们初二话，政史地理，初二应该有生物课了是吧？有物理没化学。有物理没化学？对。有生物课了吗？有生物课。啊，那你给我讲一讲你们。上学期这个生物的第二单元的第一章讲了什么？嗨，各个不同省份的教材可能有点不一样。大致一样的，我在这方面我还是略懂一点的。来，你给我说一下，该讲到什么了？光合作用讲了没？这是初一的哥。啊，初一的光合作用啊！我服了。但我好像我初二、初三在学的。啊，那可能，可能我发育的比较早吧。那你们学的啥？你给我讲一讲。初二你们学的啥生物？啊，这个是能说的吗？这咋不能说呢？这个有点不能说，嗨。嗨哦，嗨，懂了，懂了。有认真听讲啊，有认真听讲，我放心了。有认真听讲，我就放心了啊。看来你还听懂。哎呀，我成绩好着呢。我知道，向你学习好不好？我学习，是不是？如果真初二啊，真初二，你好好学习啊。真好好学习，听见没？上学期考多少分啊？这学期没考试，真不错。啊，真没考试是吧？你理科强文科强啊？我都不强啊，怎么说？我以为你都强，跟我一样那么全面性的发展。你是普信男吗？我什么？你是普信男吗？我不是，是我是。哈哈，这么说我也是普信女，哎，还挺像。你一句普信男把我问懵了，我一被一个初二小女生问一句我是普信男问懵了，
我说实话，我担心你学习我有点多虑了。就你这脑子，你放在社会，我跟你说，你能把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我跟你说，这话说的，哈哈嗨。就你这脑子，你能把社会搅天翻地覆。虽然你有这脑子，我希望你把脑子用到正道上啊，把你的聪明劲放在学习上，跟我好好学习，别跟我玩这些小聪明。谁玩小聪明？我本来就很好。本来就好好的啊，那行，好好学习啊。我希望明年考个好高中啊。你广初二考中？不是，明年不是初三了吗？明年初三，对对对。你对你自己明年初三这个事儿怎么都那么怀疑呢？咋你还你准备在初二还得留一级啊？我想一下，明年不考不高考啊，哥。中考啊？你不中考吗？不是，明年不中考，哥。明年，我现在才下个学期上初二下册。哦，那后年吗？行吧。普信男，祝你高中哦。哈哈，嘿。必须的，好吧。好，行。对自己很有信心。我不敢再有信心了，我都已经普信男了，我还要怎么有信心啊？嗯，嗯，嗯。行吧，普信男撤了，我跟你真的，我输了。知道就好。哦，不能这么说，偶像的。你是我偶像，我是你啥偶像？我不，你不仅成功的让我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还成功的，你成了我的偶像。嗨，那你记住我呀？记住了。必须回光。没有没有没有。拜拜，偶像。那个。拜拜拜拜。那个小戴告退了。啊！再见再见，这倒不至于。我是你偶像，不是你是我偶像。你是我。不是不是。拜拜偶像，不说了。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吧。谢谢偶像。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我想笑。我没演，你真是我偶像，你真是我偶像，真的。我怕在直播间笑得太猖狂了。好了，你别笑了，我懂了。在心中啊，拜拜偶像。OK， 再见偶像们。拜拜。再见。被一个初二小女生拿捏了，我被一个初二小女生拿捏了，不行，我是偶像啊，我怎么能被拿捏呢？我非得再连一个人，我拿捏回来，最后一个人啊，说好了，真的最后一个人，好吧？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啊。卸妆卸妆，我们跨完十二点卸，好吧。我能连到一个男粉丝吗？我看看这些男粉丝是不是那么猖狂啊。我看那个等一晚上了，但我，Hello， 像很像哎，Hello，Hello， 呆呆。嗯，听你嗓子是难受是吗？嗯，有点咳嗽。哦，是在阳过中。阳过了。啊啊，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好的。怎么称呼？小九。对，我姓王。啊，王小九。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呢？嗯，新的一年。哎。你不是学生吗？啊，是。高中。嗯，大学。哦，大学就好，大学就好。刚刚主要你们初二了，你再大学。
学生好，大学生好。怎么了？哦，没。哎，你怎么了？啊，没，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放轻松，深呼吸，深呼吸。是，你是有一点紧张吗？是的。哎呀，对，你得向那些初二的小学生学，不，初中生学习。你看看他们把我搞的，真的。你哭了吗？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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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吓我一跳，他们说你哭了，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啊，不哭不哭不哭，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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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吧，你说点什么吧。我说什么？我一晚上在说，你说说。嗯，好吧，希望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好，好，你也是啊，你也是。好的。嗯。好，那你多休息，多休息，把嗓子赶紧恢复过来啊。好的。嗯，新年快乐，仔仔。嗯，你也是，新年快乐哦。好的。嗯，好。那我先关了，拜拜。好的，拜拜。嗯。刚刚小九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很温柔。是的。再来一个，我的妈！咱们就跟开演唱会似的 ，uncle 一下是吧？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了，真最后一个了，而且我们可能就三分钟就得连完，不然到时候时间比较紧张，到时候我们就跨过12点了。哎，有没有那种同时可以好几个人上麦的呀？哎，怎么能够让同时好几个人上麦啊？有这个功能吗？有这个功能吗？就一个，有没有好几个？能好几个？你们最后一个啊！我抽最后一个，我就闭眼，抽到了谁就是谁，好不好？点一个啊，好，能听到吗？可以啊。哦，是戴戴本人吗？假人。我从就是直播开始一直想连麦，然后有好多话，好多话，好多话。想对戴戴说，来你说，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对明年的期望吧，算是愿望什么的。好好好好。一是我想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就是希望，第二个就是我想更自律。好。第三个是我想我能做好做自己，然后最后第四个就是希望。戴高正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戴金卷能一直陪戴高正走到顶峰。行。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就是在之前抖音直播的时候，不是对小肥就是说过结婚誓词嘛？然后。我想的，我当时想的就是随便耍一耍，然后没想到你翻我了。其实我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小肥也没有600斤。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没事。然后还有就是还剩下4分钟，小戴，我一直在，你的小肥一直在。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感恩感生日。我这么幸运吗？是的，你不是幸运，我觉得我是我很幸运，就是不管就不你们，我真的就是你们一晚上连下来，不是你们幸运，是我很幸运，有那么多人愿意跟我上麦聊聊天儿，真的是我的幸运啊，何其幸也啊，真的是与荣焉。所以大家不要这样这么想，是你们给的我的比我给你们的多得多得多，好不好？也真的谢谢你们在2022年对我的一些陪伴，我也希望2023年你说的那些东西都能实现，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小戴，希望你越来越好。好。然后，多多拍戏，多多演戏，也要注意身体。然后，我们戴金娟一直在，好，默默的支持你。谢谢，谢谢，谢谢。行，行，谢谢，谢谢。你也是啊，新年快乐。然后我们就先新年快乐，我们先挂了，因为还有2分钟我们就跨年了。好的，好的，我们一起跨年，好吧？好嘞，好嘞，好。我在新疆为你加油，谢谢，拜拜，拜拜。怎么操作太快？乖乖西。今晚是真的很愉快啊，很愉快。我先去拿个充电器，我怕我跨着年我手机没电了。今天你生日，祝玲玲生日快乐！倒数了，倒数，倒数，倒数。但我就看不到19876543211耶，在哪可以看19876543211呀？现在看一下啊，现在看一下啊，电脑上能看19876543211是吧？来，我们准备10 9 8 7 6 5 4 3 2 1，棒！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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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有烟花！谢谢大家的烟花，新年快乐，新年快乐。2023年了，时间真的好快呀、啊，真的很快、啊。新年快乐！我们。我们拍下新年的第一张照片，也代表我们在一起跨年。这怎么拍呢？这怎么拍呢？好像拍不下来耶。我拍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噔噔噔噔，相当于我们是在一起合照了啊！我还不如截图。哎妈，你咋这么聪明呢？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咋没想到呢？我咋没想到截图呢？